重冲，一二是重义，充气娃娃。什么1992？哇，气质，帅气的味道。那阿本可以吗？我有帅气的味道。他不喜欢我这种性别的。我是吴英杰。Hello， 我是阿本。今天是为了什么活动合体现身呢？我们今天是来当那个 NASO 的一日店长。没错，有你联名款。对，我就是因为准备要再来卖一波蜡烛。蜡烛就是我觉得要有现场有人来闻，然后推荐比较好入手，不然在网络上就会比较闻不到味道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喜欢你的粉丝闻到初心就是你的身体的味道的感觉？这好像有点变态。邀请了阿本好朋友陪我一起来当这个一日店长。嗯，觉得异性身上散发什么味道会马上被吸引呢？帅气的味道。帅气吗？那阿本可以吗？我有帅气的味道。他不喜欢我这种性别的。你现在应该没差了吧？你现在有包袱吗？我现在没，我刚才在讲钱的味道了。无形无华的味道。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已经认太熟了，对，就是有些秘密都是很清楚的，所以你要想说哇，阿本散发味道，我都好爱啊，这太恶心了，不行，所以我绝对不买初心。没有啦，我家有两颗啦，都放在床头，他都有啦，一边一颗，我都有送他们這樣。对啊，你们俩认识很久了，觉得够了解对方吗？很了解吧，我觉得算很了解。我们了解的程度是，如果我们今天如果闹翻的话，就会出事情了。对，因为他会爆料，然后爆料间就是把你弄死这样子。就我们俩知道彼此太多很恐怖的小秘密了，这样。你够了解我吗？由小编出题，两人分别在板子上写下答案，如果答案不对，即可拿软棒修理对方。对方的你先写你自己的，再写对方的。年月日还是月日就好了。他40岁，41，这样。啊，好了好了。5秒哦。猜。5、4。会不会写错啊？1。是71吗？71没错。611嘛。对。怎么1992？哇，气质。怎么会写1992呢？我1989。1989哦。对对对。你看不出来哎。怎么会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有1989这种数字。好，3、2、1。哎，你错，你错，我是601。啊，你也错啊，我是 GM 嘛，底线811啊。哦，我以为是 GM 嘛，误哎。哎，好啊，这录到这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五题，把它录完啊，5题录完。感情又没有很好哎，很了解吧。我觉得算很了解。地雷，你的地雷，好，3、2、1，没钱了。你干嘛把我说在一个我很穷人的形象啊？我刚才在讲钱的味道了，钱的味道了。最近那个粉丝敲我，阿本就是缺钱，可以介绍工作，因为他最近抢钱抢得很凶。我没有特别缺钱，但是如果要钱给我赚，我就来赚。你写写什么被误会？我很不喜欢被误会。我蛮不喜欢被误会。然后他是不喜欢来硬的感觉，色色的。不是，我不是色，我们是心灵层面的。你应该写吃软不吃硬。对对对，不喜欢。然后跟他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指责他意思，可是你要好好跟他讲。你跟我硬来，我是不会理你；，但你跟我软来，我会理你。什么也别说。眼去，哇，你那个很开哎。哇，还真的不知道哎，好吧。5公分也太长，我是比目鱼吧？你还有鼻梁的高度啊？那我应该是3公分。你有开眼头吗？没有没有。哦，大概3.5。那你呢？哎、欸，是美人的那个数字哎。你怎么知道？黄金比例啊。那我是多少？你好像4哎。4公分。哦。那我差一点。那我比你长一点。点去啊？什么什么？大家干嘛给我那个一副尴尬的感觉？我们什么也没说。来3、2、1。哦，终于。我们都坦诚啊，对啊。因为我们都是大辣辣、啊、如果你不爱我，我就去爱别人啊。很多选择好吗？对啊，很多人追耶，都不知道选哪一个。哎、欸，摄影师刚刚扑哧，他在、欸。哎、欸、哎，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我是？就是我是爱情棒棒哦，你打了可能就爱上我。并没有。你是比乐公啥？一个人负责讲解，另一人戴上耳机，透过读唇语的方式猜出答案，共进行2轮，每轮90秒，答对12题以上才算过关。好，3个字，水。水煎鲜煎鲜煎鲜煎水鲜鲜水煎包
水煎包哦，金细金剑金欠金鸡独立执行助理，金鸡独立金鸡信信好下一题性爱大师什么东西、啊？英文英文英文 ，knock knock knock。第一个字，焦焦糖拿糖拿糖花一二焦糖焦糖马奇朵答对了，重冲一二是重意充气娃娃五个字一二重意重力重。众议玩很大，答对了。好，来两个字，两个字，欧巴，欧巴，答对。五个字，十八，吃吧，十八，吃吧，进不进？普及。十八八，进鸡不进鸡，算走音的答对吧？好，再一次，十吃十十八。八八，进不进？哦，十八进不进？答对了。不好意思，六题而已，我们默契可能有点堪忧。我们就是塑料姐妹啊。你每天都想我几次？100次。啊，我一直想你都没有停哎。啊，是哦。嗯。然后嘞？这么快，就是代表我思念没有停啊。这是手心，这是手背，这是脚背。嗯，你是我的宝贝。哎、不是要接吻了吗？这是手，啊、谢谢谢谢。他今天穿这么漂亮，靠他那样。假靠的，答案不行，因为我们现在毕竟这个贵位有气质、哦，你如果真靠，就是有损他们拉走，拉走就再也不会找我们。我用这一根靠。不行。